帮门，帮门在转，哎呀，还有转个哈，啊，叫他休息，对不？嗯，我来，我来，那种这样可以啦，我讲对了，对呀。人去吃饭，你要啉茶水无？对呀，啊对啦，人家水你茶无啦，啊即摆才搁茶出来，只要盐来就行。有啊，迄个拢坐伫遮呢，啊，遐无啦，我都无啦，我都无伊个，你去过啦？无啦，你去老母啦，你去啦。好啦，你往前，你往前，你要退掉你啦。好，辛苦。爱下跪，爱下跪。哎，王老师，这个是顶届我的找无，今麦会安尼，你爱收去啦。有诶，就是爱收去。可以，对啦。我今麦用新的这个啊吼。太多了。
我先爱聊。等下就大家。好啦，咱嘛搁练一个信息好无？好，信息好 ，OK。二七。信息五百去怎么去？好，各位今仔日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欢喜吼，一个咧那个。会使三甲九九有阿妹嘛？有。啊，要甲大家报告吼，咱昨昏吼，伫个献诗了吼，我感觉咱的信心大增，吼，阿妹。当然有真侪人甲咱鼓励，啊，咱的进步空间嘛是搁真侪啦，吼。阿妹。啊，然后我跟大家有即么大部分拢是咱信歌队，啊，咱伫个八月初四吼，咱要第一遍举办一个敬拜赞美的这个礼拜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有拄啊有大约我有看者吼，因为阮本来有一寡选一寡歌，但是因为咱后礼拜有个别的行程吼，就是郑志仁老师要来，吼、哦，所以有一点乱掉，我们要练的那个。但我们最近会把这个最近唱过的把它串起来，然后会放在这个是八月四号。来做敬拜赞美，所以我唔盲讲，咱有唱过这物件，咱大家拢该接受的。好、哦，我这两个礼拜我们就会分配谁负责谁主唱什么，好、哦、啊，然后其他人当配唱。我们慢慢的会训练，每个人都是主唱，也每个人都是配唱，好、哦，然后你咱这有短中长期的计划，好、哦，唔盲讲，咱是咧。哎、欸，后摆逐个月咱拢会敬拜赞美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有出来领唱的那个机会，哦，我昨昏讲吼，机会人人平等哦，大家拢有哦，然后拿麦克风拿给你，你就要会。然后如果说有谢耳道分布的，我希望咱嘛就熟悉，把它唱成在你心里的一个音乐哈，昨因迄个别礼拜咧唱我，因咧唱迄花莲迄一挂迄老师迄什么回忆迄，其实那个都我们小学还是国中都有唱过，合唱团都办起过，有参加合唱团应该拢要去。我记得我那个回忆是被派到第二部，我们那时候练到最后，说真的，我到心里我还会唱，就是要练到炉火纯真的哈啊，咱。唱歌队的每一步分步，唔嘛嘛，每一个人嘛是会当唱到变成你家己心内内底一个音嘛吼。啊，这个大家预告一下。然后九月还有十一月那种有音乐很大型的这一些敬拜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每一个人先在座的咱拢充实咱家己。与人底下当中，你练的好不好？其实我们唱的就是很重要哦。虽然咱昨下徛哦，咱右边一挂哦，诶，中虾还是什么虾吼？啊，医生讲话啊啥吼？啊，呼伦虾哦，因拢徛较侪人，但是我完全拢无听到伊们声，系啊。啊，就是代表咱有练，啊，他们没有练成果。啊，因此吼，迄个，啊，唔嘛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唱将吼，啊，每一个人吼，拢站起来，拢有法度领唱这样子，好。啊，咱今下要来练圣诗270首，这首是顶礼拜咱去阿扁啊总统遐，咱特别选的诗歌，啊，咱嘛感谢主，阿扁啊嘛甲咱唱。唱出来，足感动的。我听到他唱，我真的觉得好感动。对啊、代表咱安尼带领他，带领他。啊，我一当安尼选这条，感觉哎，这条足适合伊唱的。我是真的觉得很适合他。结果伊就渐渐改唱，而且佫唱到安尼网络传播啊，你讲真的，哦，真的是甲咱真好的团伙，伊们一个经济的呀吼。好，咱这时咱嘛来唱吼。来给准备心，咱是真高兴，但是咱今晚是准备心，再好秀来。Thank you.
来要唱二部、三部、八词拢会使唱，因为第一来练功，会使吗？天哪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们这一个会唱三十阁下啊，建议哈，带领咱把县啊县市哈都放下啊，这些啊时间。那就太不公平了，网友不信任。请大家准备心哈，来做今日的敬拜，请坐下。Ah!
谢。其实咱做下来阿头祈祷，愿全能天顶阿爸爸，我过一遍从谦卑的心情，伫你所敬拜所在，稳定之家，愿做下来做礼拜。因为天王国你引出，我的敬兄弟姊妹。教阮敬听王牧师来到这个所在做礼拜，求主你的信心到三个地点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就像天里。求主你的信心继续引出阮台湾这个美丽故事，阮所讲的、所行的、所引出的。拢有助力好的志伫这中间，阮台湾才做一个美丽、有公义、有恩人、有人民的国度。啊，求主你看过阮台湾这个美丽故事，就得到要真侪人伫平行中间、伫落魄中间、伫受关家的中间，求主你抛放因自由的意志。好的心情，好的肉体，泡澡你阿姨泡澡的路径，精进好的精进。啊，求主你看过阮教会，公益运动教会，阮所计划，让你讲，用更主力的心存咧。阮教会虽然你七月开始，我断断无续伫阮的中间运作。相信，然后上帝伊会旨意甲安排，阮相信阮的教会有偌久有好的牧者，有好的引传，有好的带领，有好的团结。求主你看过阮今日的聚会，阮恳求你，予阮今日的主礼者王华东牧师，透过伊的嘴，透过伊的讲道。但有好套房的信息，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、听的人、甲讲的人，面面得到利益。就是你看过我们教会兄弟姊妹一边听，还是也未来到这个所在作为敬拜，随便伊的脚步，从顶来到这个所在作为参加分享上帝的套房的信息。我们祈祷未堪哩。洪水也说性命救。阿妹，啊，咱今日的圣经节以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，另外一部分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，啊，无正好读，不过咱要训练咱的台语吼。咱做伙大家来读，好无？来，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九节来讲，希律已经死了，主的天使伫海里伫血色的阴暗中出现来讲，起来，抓伊啊，甲伊的老母去以色列地，因为遐的爱海的遐性命的已经死了。伊就起来，带囡仔甲伊的老母到以色列地，总是听见阿基勒煞食伊的老爸，伊就又拿做王，就用家去呀。既然伊命中有一点，就得记下伊的命来。到一个城，名叫马赛列，夜夜去呢，是被伊的家人到家的先生所讲的，伊就叫做马赛列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节，对他，有个叫伊旷野的伊的城，叫被拦住了。
受得伊的烧炉，玉华台，地供养，养生世，传光会别世，互人得到下罪，通幽带来的甲下来三件三件人，拢出来就归伊，认伊的罪。地狱大道对你受洗，这个狱官前路腰下回我，吃草命甲山野的你。啊，谢完上帝祝福伊家己话，这是咱们作为献诗听的真谛啊。
啊，做兵的时阵吼，半里山金门炮战吼，伊是伫遐个观测站的排长，啊，伊甲我讲吼，半里山炮战吼，伊拍无死是上帝的意思，留伊一条活命。啊，伊写是，伊是读物理的。啊！伊做兵刷了以后，去美国，我来去读护理，啊，去读工程。啊！伊摕到护理学的博士学位，啊嘛做工有真好个工课。总是我嘛唔知道我听阿问讲，啊，你是来讲你读新南院？伊讲去读新南院，可以摕一个新南的博士。了以后吼，伊就四界去做上帝宣道工作，去台南教会，去美国来教会，去阿做宣道，把报道的工作。所以我伫美国的时阵听，足济台南的基督徒也是教会的讲法，文化当无输吼。伊是足好足好个木匠，伊即摆已经超过八十岁啊，八十岁我毋知做个电门炮战个吼，你着知几岁啊？我也袂去参加电门个炮战，八十啦，差不多啊哈。所以，伊今有好个身体，我嘛毋知，我晓得啦，上帝个大佬，只个八十吼，就是天然个，天然个，还是伊即摆了。一家公透早透晚拢去游泳，啊，佮伊拍武功、气功，啊，所以即边当个台湾吼，伊有间联络，啊，一个月前讲啊，伊七月去台湾，我讲啊，你敢袂当来阮教会工作，啊，拄啊七月咱读书、读书，啊，所以就答应，啊，所以今日我甲大家。啊，推荐啊，听黄华东老师啊，啊，伊个要讲套房的信息，伊要讲的信息就是仪式的圣经，仪式的圣经，啊，这地方讲怪吼，好，我来听讲，好，啊，请黄老师请。兄弟兄弟姊妹平安，平安。啊，我要讲一件先介绍几本书，这拢是了绝版啦吼，这是明信片，十二张，这拢打一来，这个绝版已经无货啊，这是100块。啊，这台湾民俗风情画，这个绝版的啦，那个拼彩色，有英文、中文，啊。这两种彩色，这500块，啊，今仔日要讲这400块，这是差不多定本钱，这是啊，这个拜五才印出，哦，这印出，就是讲恁拜斋的物件拢是这。啊！你要问的代志，我拢替你问了，甲上边问了。哦，啊，有一项代志就是讲，啊，要甲你问了，这是咱圣经，它有6000年的历史，拢毋捌受的科学的检举。啊，你若是圣经是真理，毋惊科学来检验，而且都。变愈明，真理会当显出上帝伊奥妙的关联。啊，所以恁咧问个代志，我拢托你问。恁会当想个物件，拢大家拢是只。啊，恁会当想出来物件，啊，有将代志我啊，大概会真分清啊，甲恁分享。因为上尾就是顶礼拜。这个吧，
提早以前，我下查一个月，对头到尾，我这份册搁顶头顶校对，啊校对了，啊忽然伫提早，因为咱时差有一阵啊，啊早起7:20上着，啊托梦，讲你内面有一份。阿甲皮有问题，阿甲皮有问题，咱知影，咱中文翻翻到真乱。咱听有三种，一种是阿甲皮，是白囝的听；一种是叫 Davy 哦，是兄弟姊妹听；啊，一种是啊 ，Fearless， 那是啥？那是爱情。啊，我奇怪。啊！上帝伊甲讲，啊！甲提迄有问题，迄就是爱之城，爱的城，伊创世，我随你起来，我知迄是爱之城，爱的城，我知迄是伫启示录后壁，所以我随时就听中文第二十经我就确定，我现在去现去不了。关门，结果内面我有反映到，应当是白囝的替我讲很多兄弟的替，所以真奇怪。三五节，因为基本这是上尾，我白国改，改来改去，改，甲上尾变我白国改，上帝知我白国改，所以就是要定落。但是因为内面部分了上下加痛啊，所以我时时讲，我是别人结果无一样。爱之城，爱之城，我讲翻作，这个代表是兄弟的情，不是弟弟，就是天地间咱的情的细件，所以我肯定要改。所以而且我第一次，所以唔捌拄到这种。上帝地方给你启示，啊，我变，确实让我写唔到，这样子，我第一遍对着，所以你上帝讲这是什么？所以，我袂讲解，就是两位就是一直问，一直出卖，啊，就是行安尼，我内面有问题，所以赶紧把拖完，哦，要有问题啦，是啊，我都一个月前。我头到尾都顺了了，再有问题，结果确实啊，我写是哪字的，不是白囝的字，所以就怎讲，上帝伊，但是有一点，咱就干啦，今日要干啦，不用，加油，要写，从哪里啊？要写够好几多，别比。玛利亚，你告诉我几多？拿撒勒。是啊，啊，怎样无甲带转去？这个伊故乡，啊，你唔感觉怪怪？啊，是无？是怪怪嘛？啊，我要喊，嘿，恁老爸是大祭司呢，撒加利亚呢，我大祭司不得了，哎。诶，囝，那个独生囝，那等于是太子呢，应该是住伫这个亚罗山顶安尼。哦，干啥呢？啊，怎样走去旷野？啊，食草莓，啊，穿骆驼皮，过啥物？野人的生活，我唔知。咱即阵也有人怀疑，当地。会生囝，我即摆在讲拢是苦啊！你会当证明，当你会怀疑未？嗯。啊，你会当甲证明是用苦甲证明？因为啥？咱是真主观，因咱基督徒单人讲会下下人嘛会，但是可以证明啊。你老在看电影吼，侏罗纪内底啊，地位差不多，
我是你，你也无，也你也无法度甲证明讲用苦来甲证明。啊，电脑发烧。电脑实在挂啦，我那背后四秒我就挂了。好，等你运用两种。即马科学发达，愈来愈发达，所以不可能辨别上一个用科学。你知影天国是真先进的科学，你知无？啊？伊里亚受提，根本都唔知是安怎。伊里萨讲啊，啥物？进车啦，火进车啦，火马啦，马到，去进车，然后火早就烧了了啊，唔是鼻涕呢？唔知啥物东？咱即嘛是讲文化，这本圣经差不多有六千年，唔捌受科学来检验，来真理唔惊科学来检验，如检验如变如明，敢是安尼？啊！我今仔日用 A 先生的精子，啊，甲 B 小姐的卵，啊，伫试管内面，啊，我想变作有怀孕的，迄、那个胚胎，啊，会当 C 小姐是会怀孕，当然的呀，啊，科学愈进步，慢慢互咱查某爱上就好。我不要迄当时无这个科学，所以迄当时是新家。啊，但是咱科学慢慢进步，愈来愈进步，上个迄科学。迄、那个速度紧，两尾鱼无得拼，就伫现场变出来，还是讲尾巴伫飞来，但是你也无看骨头飞来，现场变出来。但是有可能无，有可能，但迄个速度当然无法度，无钱，你若互咱慢慢来完成，咱有法度，但是。咱有法度是啥？无生命。干生命这项代志，咱无法度创造。生命上帝讲，伊用迄开迄个口入搬入去迄个土红啊，啊，当诶变啥？瓦片。讲有灵的和。无人，中文断七八糟断关。上帝甲天神有灵，人是有魂，应该是有魂的活人，唔想有灵的活人。所以咱中文的圣经哦，感觉真乱。我哩感觉唔知要信啥。撒加利亚。独生子约翰，怎样发现矿业去做压力，食个草莓，原来是安尼。因为这希律，咱圣经有讲两个希律，无讲做一个，这是希律大帝，啊，这是希律安提帕斯。别看，假说这是希律大帝，啊，太。我看的头，那是 Antipas， 希律 Antipas， 但圣经拢无写，也写希律希律，所以你若有哪头讲哪哪有希律，两个希律，啊无讲什么希律，啊是两个无共款，所以咱圣经哦，爱有存这个基本的态度去研究圣经，但圣经若是真理，唔惊你。你就用这基本的态度去读圣经，唔是讲哦，我咧一年读几啊遍，还是一个月就读几章，唔是。你慢慢读，爱咱大人的工商意识，啊，阿爸，个 flair， 个 flair 的是，你观众无办法，但是咱圣经无安尼写，拢写听听听听，所以至少咱安尼。你知道要怎麼說，
当即个迄日拜过，一个无耶稣，一直耶稣，咱知影，刚罗家福音讲这个三个故事，其实几个故事咱唔知，但是有欠三项物件，黄金周天不着，对无？有。即圣经无讲黄金代表啥，周天不着就很难讲，但是伫这本遗失的圣经。这本里面有一个啊，就代表王啊，万王之王耶稣，对不？也代表这是流流不绝，就是这系列你就爱挂这个。所以咱知影，七日第一日玛利亚透大道，天拍拢中间，你有哪透了啥？讲这是，你若用这个物件吼，这很代表四篇圣经龙像。但是有了矛盾矛盾，拢无啥同款。你有哪个比较好啊？我遮内面拢有比较。啊，所以一本是唯一本着，你听我啥讲？内面到底出什么问题？因为咱这 written language 就是用笔写，这个是第四世纪造这个圣经出来，以前拢是口传。含了有唔对，你像圣经有唔对，你知无？有啥唔对呢？第一所在比较紧，第二所在讲十八岁，当时做皇帝，啊，第二所在才八岁，讲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。那讲两个含拢对，到底是十八岁伊做皇帝，还是八岁？啊？当然八岁连。是非都唔捌，哪有法度？所以应该是十八岁，啊，这可能两个拢唔对。啊，到一个所在，要看圣经讲，这个代志是恶人的冲动。啊，所以叫要搞去搞点点金属，去搞纯玉，纯一些那个油件。啊，因为利比人无参加做兵，所以应该是拢总有十一座，一座对十座。一个所在是讲五十万对八十万，啊，一个所在是一百十万对四十七万。但是无人去甲改。因啥有唔对，但是无人敢去甲改。啊，一直唔对到真。啊，无，自然有人甲拒绝出来，无解。啊，所以这份遗失的圣经，是因为耶稣从顶时一下，迄个时阵呢，拢用口传，到第四世纪，这个 written language 这用一下得出。啊，但是这本册呢，遗失的圣经是啥？对耶稣从顶时一下开始。一千五百年，这个中间，因为啥？到上尾迄个君士坦丁堡，伊要将遮个物件要甲收集了，啊，要经过会议讲，这个是毋是要采入去圣经啊？这个毋是，迄阵伊无记的，因为这本圣经，伊是圣经，知道？伊迄个马尼，就是个。争辩，啊，还是输赢，伊个修作，啊，所以无迄个机会，来 presentation 下当迄个所在，互因来检验过，这是不是应该是比是圣经，啊，这也是不是无迄个机会，要经过一千五百年，所以无迄个机会，所以即马就是失去个圣经。作弊真重要，啊不，啊这个，啊不有一本就是《修》的《Forgotten Book of Eden》，都是伊甸园修背著，诶，一本册，拢有两本册，恁听去网络去背背这两本册，这两本册即摆也都好办，迄内面是足侪足侪资料。拢写的资料拢是伫圣经内面无写出来，
迄俗语是无写出来，因为当这三个博士，上帝甲讲，你袂使阁转去继续了，啊，所以因就对白的时候才转去，因为伊做阿金，阿金毋是龙啊怪，啊，所以要写马尼拉慢慢行行行，行去阿金，所以就阿金。这中间，啊，所以当我这话讲，当你这个约翰行出来约翰，都是这个讲本来的比赛啊，犹太的哦，伊是讲开始的起源，啊，所以啊，因为撒加利亚是做这些嘛，啊，所以每遍以来，这个圣经了。啊！伊为祭献受出来时，啊，因遐个祭司拢伫遐，啊，一个请安，一个祝福。哦，而且伊无出，伊无出，无出。你讲怪怪啥？哦，即段伊非常迷，就就是安尼啊，怎样伊无出？啊，所以就是祭司就伊讲，伊祭献受，甲献受即个中间有番会。啊！面顶有写出来讲，伊已经受刣了。啊，这个消息传到这个啊约翰的妈妈，啊，所以呢，伊才这样消息，可能伊就怀疑讲，哎，这个敢是这个约翰啊？因为找无耶稣嘛，啊，所以到尾。因妈妈带约翰来走，啊，走去旷野。啊，你若旷伫旷野内面足侪山洞啊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咱有讲有听到好撒玛利亚人，好撒玛利亚人互这中途受害嘛，所以遐足侪山洞山洞。啊，所以爱这细汉囝约翰爬袂起，所以靠上。讲上帝啊！你着即个山爱分开，好分即个某囝来入去内面，所以山就爱分开，所以就爱伫迄个内面。所以呢，一生就拢无转，这就是安怎约翰甲伊妈全伫旷野，一定中途甲旷野拢无转，这就是安怎这约翰伊全变压抑。外口食草莓啊，啊食个蜜啊，啊穿个短裤，所以这就是穿。因为今日这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唔够多，我拖，所以讲我大概予你一个想法，讲哎，这圣经足侪有断章，啊这断章是安怎接袂出？就是因为有失去这本圣经，无这个机会下去，在遐要心在迄阵无迄个机会下去所在，所以是一清无白。啊，所以大部分遐物件，我拢有个记录，那记录我阁用科学来个检验，是安怎那安尼？啊，是安怎有这断章？啊，断章圣经到尾。那我讲圣经，我连加加加讲讲啊，连跳加加加讲讲，我跳到顶来，跳来跳。刚讲耶稣过啊，四本圣经的写法拢无办法。为是讲哦，天拍不通，玛利亚就要就要去啊，安怎？啊，为是讲连玛利亚把迄阵迄个门才拍开，内面的写法拢无办法。所以我有用这特别这事情，弄个一个四本圣经，安怎讲安怎讲，啊，再用科学来个解释，因为科学有些逻辑啦 ，logics， 所以讲你只有会当用科学来个检验，你才当这是真正是非真明，只有用科学来检验，你才当讲这是真的。就是迄个逻辑，啊，所以这本册上尾迄个文章，
就是我甲上帝嘛。啊，多请五分钟，我同来结束。就是讲有一日，我伫这个两个阮厝边，我用华语讲创造话，啊，即摆是要去台湾教会，所以我就安尼无我嘛，同款用个创造话，但是我来用这个台语来讲。啊，每一个人就写出来，讲你就要写。啊，我先说吧，我说你爱写一个，我已经讲唔定啦，45分一点钟，我哪会写？啊，迄、那个你写、那個、是一家己，你知道？唔是外口，外口你顶用签甲吸掉咧，就卖写，你知道？所以我所以。差到无法度，真困难，无法度食，无法度，安尼差到，即声出来，一礼拜，我无法度，我受不了。我第一遍我也毋捌跪了几多，我跪了，你知我怎么讲？上帝，你若爱我是，会使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我绝对无写。你即摆甲我讲死，卡死，我无写。你哪敢上言语咯？我是无人敢甲上帝安尼讨价还价，我受不了。我咪讲你讲，我讲我有问你有答，下场无比。啊，就下场无比。所以我知我一生上帝用我，因为我看真济问题，因甲背图、黑油相，看真济啊，这边性格做法正。所以，因为我有遐济文书，上特别利用遮文书来写一本册，我才当翻译。最终就是要写一本册。啊，这本册即阵已经要完成了，已经上尾了。啊，搁有一个就是续集，就不管前面因为讲白就加，已经520页，真足重够重，这个唔错。所以起码夜雄上。上集，上集，上集，所以小等下，你若有机会去听苏林家门，还是上好话题。所以我今日就到这结束，咱大家祈祷。感谢阮请人天父，阮多多来感谢。阮将一切交托主的身上，完成你的怜悯。阮已经，阮已将阮要看一切荣耀，因为主已讲，听我的就听我，我要服你。国家奉献的亡命，你的奉献亡命就是按永远的亡命，凡是我是问每一个人，因此这个信用一卡一个还是问题啊？三角组织一上个应当应劳作用，阮从这下的姊妹特别来托经络，因从这的正下的姊妹来托这个教会。你智慧那边三听，从你阿家听，一直听，来听正。我就感谢阿罗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就感谢我们的牧师的感动。一个选择者要从科学员间讲个条件性定的一寡唔对，迄爱有较大个勇气。阿姨，我拄好介绍无清楚吼，伊是读物理、读工程的，啊，去读新学，实际上伫这個过程的中间。有铁塔、历史、艺术、文化、地理，伊是捌足册，所以拄仔讲伊写一本册内底吼，也是讲，我去明日去机场，去高铁站边，啊接来时阵，伊讲为了写一本册吼，用几啊年的时间，伊讲要送我一本。哦，阿、啊、你也有无？
拢要几啊本。嗯。啊，我安尼讲啦吼。我说我咧食便当、食午餐的时光吼，伊一生吼替上帝做工做算了，毋捌提教我一仙子，毋捌上教一仙子。哎呀，你若同意吼，我说，今日我少少的迄个车票费吼，谢你吼，我知影你会献出来。哈哈哈！我想伊献出来中间吼，你不切啊，你总是爱欠伊礼金吼。吃不完哦，吃到吃完够，家己买，家己买啦，安尼好无？好啦。哦，安尼好无？好啦。安尼矮人吼，就家己买，就伊反正伊替人买啊嘛吼，奉献出来嘛吼。啊，你若爱一罐400块、500块、200块，迄拢无重要，就讲你若讲哎，买奉献出来，买去了解去读，你家己个本事够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安尼干袂使哩。使。使吼。好，咱来请欢迎的诗哈，大家请起立，379首，愿我会更加听你。
不简单，把这个。我俩报告，请安安介绍哈。咱今日有啥物人第一遍？咱公益行动教会这礼拜哦，有啥物人无举手？哦，再次欢迎。哈哈哈哈哈。介绍袂清楚吼，你家己介绍你安尼二，即个金门八二三五四安尼讲，简单介绍一下。我是一个上过一路的军官啊，去了黄山受不了，到尾去炮兵台湾受训受不了，炮兵感觉抽，哎呀，我是炮兵啊，如你就说哈，之前一定爱做炮兵，迄炮兵。所以我就行，照抽签的嘛，中奖，去金门，金马奖啊，哦，哎，金马奖，迄阵，哦，老爸老母，听讲唔想要去新闻，然后新闻电视，迄阵就是铁杆，所以阮就是我是一个登陆舰舰，吼。咱普通就是安尼嘛，对不？头前后壁安尼哦，啊，你登陆舰唔是的，伊平底的，啊，所以干嘛安尼说啊？哦，啊，把咱拢拍下去，干嘛？啊，就遐抢滩嘛，啊，上潮迄阵在进，啊，就较紧退退走，啊，无你若搁浅迄阵吼，啊，用水遐泡泡就泡泡。哎，高温度都拍出，啊，所以，我以前哦，哦，我们在蚂蚁上边，暗面，等，就是安，沙滩广场，啊，到我再去等，电波、传播、派车来啊，统一到每一个，啊，以前我住地方在遐，啊，以前已经到我这刷币到我，就是咱，金龙港。这边应该要比较多，啊，搁一间是这个中中华基督教会伫金门金门街，啊，我先离啊较近，啊，行到四十分啦，啊，所以我拢去就刷米金龙教会，啊，刷米金龙，等下迄阵无牧师，因为牧师吼破病，等下马上就去，啊，所以正地无牧师，我伫啊第一遍，享受着啊。初代教会，你有啥物你就提啦。啊，老爸提笔，啊，老母阿囝啊三四岁，啊无咧无路嘛，啊一半，啊一撮安点半钟啊，哦啊来回三点钟呢，啊你咧足苦足，一感动，啊伫遐食，啊其实我相信，啊就是你有啥物就提啦，我伫遐亲。经验就是初代教会热情，即个阿家平热情，其他我有亲身去感受，即要我讲，邓阿凡做，有金门做建筑，金门做建筑，啊，我就是建中毕业，建中毕业，对无？啊，建中毕业啊。迄阵有三个生意的嘛，电雕成成功啊，副雕嘛，啊其实我考无掉嘛，高中我考无掉，所以你考无掉哦，讲西方世界，你唔是上过意，我考无掉，啊迄阵刚刚教的是欧西方模式，啊迄个纯德理教，讲数理，所以我拢分嘛，啊我本来是要考啦，啊欧西方模式。啊，阮迄阵，阮爸爸是做马街平医，过去顾问。阮爸爸，过去伊是正头，啊，所以伊王牧师就讲啊，王金龙，阮爸爸是个干部教会，迄个大金龙，啊，王金龙慢顾顾来阮教会，来阮学校。啊，原来才知讲王师王牧师是爱阮爸爸去做伊个家庭会会长。啊，所以我常去伊遐读高二，啊，伊遐捌着一对，个 doctor， 他们是差不多，啊，因为好爱，因伊遐就伊遐小舅伊遐结婚，啊，就来遐，因太太
教阮经营，因先生是永和建化学部教阮化学，啊，所以我就捌这两个，就是捌这两个，我才有来有去学习。啊，到尾我迄个，啊，所以阮好爱讲英文，啊，所以伊十块廿八，所以去人工，伊搭个干物事恰好去食博士，进来时阵来。更加大个了，我来阮遮，阮婆也讲，啊，所以怎么，啊，所以听我看家己，伊无惊，我见我是伊惊，啊，所以，啊，感觉我伊，这个，当地中华堂，堂哥的哥哩，我讲为啥个，伊迄种，堂刚，当地中华都无一个考着大专，我落去我，其实我有两可能办法，会考有着，啊，所以着我，着擦。真个插班成功上来，啊，所以真个上台好记啊，就是我插班考试过就对了，啊，所以了，啊，这中间，啊，当然啊，我有人，要考，我第一志愿是要考第二名，啊，第二名无得，啊，第二志愿是这，也不记，啊，不记啊，所以还是说东海甲中原。当着就先，我做做做中文，啊，所以我是中文第一届毕业，第一届1955，1955就是1959出来，啊，是啊，啊，我去看，哎，迄个食博士啊，正是伫遐，啊，伊嘛足个惊，足个惊啊，啊，我才知讲，我去当当中学去做医传来出来。这是用来开拓新的发展，就是新，这样就是中央有一间叫新的书院啦，那就伊开拓，伊开拓啊，所以我这个转来，这个金门遐转来啊，我就去找伊，我就因为我个美国读博士，我讲你甲我写这个推荐书，啊，伊甲讲你是不是会当考虑看卖吼？要去以前。你是不是当什么学生阿姨嘛？我若无去金门，我会甲讲无，我直接去台湾复习，去复习。啊，我讲了三年，那么三年，等下，往后啊，我去台湾一下，所以甲推荐是确实比较了解一些新阿姨。啊，讲我也唔捌到一个时间，我就啊去啊，所以也时间又花正好紧。啊，但是食我都爱。啊，所以因为无啥时间，所以较紧讲到尾了吼，那读了啊，我第二年，我着当别时阵趁物件读吼，日时是新南伊暗时我去读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印度大学毕业，啊，三年了啊，所以一个维吉尼亚大学的华侨学生，我着咱过去读。来去去北京，我们今年还中下岗，伊讲讲 Mr. King， 我是用 King 哦，红啊哦，我讲阿弟有家来，我讲是哪里来，我讲你来叫什么？你读毕业这个硕士呢？不离不在啊，所以我甲公家就伊讲哦，原来公家来讲，我只是负责最高，啊，我就我里面到我是负责啥？你是不是敢来帮忙？我讲阿弟是啥物忙？我是尽心的，啊，我嘛唔知啥物叫尽心的，我讲一生拢是经我教的，啊，拢尽心的，我讲讲，啊，你迄有真保守，哦，阮这有真保守，咱很少，啊，真保守，哦，安就好啦，啊，所以后礼拜就带他，就带去教会，哦，去教八年的，伊无几个话，侬即时要即时，啊，我咪叫他去啊，了，啊伊。他讲，讲你个品，很好，啊，你反正请你来帮忙，我冇问题啊。哦，刚才是英语，那叫我讲华语也是，但是我讲唔会啊，因为我虽然伊是美国，反正英语嘛，啊，而且我是足用啊，虽然就讲是咩啊，我一学一年，加几多啊分，十分，三年，冇人出差去。啊，就是按这上帝安排，就是按所以我
我拄仔讲迄个拢是用笔笔甲英文落写呢。啊，所以就是即拢上一个足好安排。啊，其他啊，讲吼，阮是讲要帮你做牧师，吼，要帮我做牧师哦，好啊。哦，啊是后礼拜，吼，我反正啥物牧师无牧师，我伫心内我是讲，反正你叫我安尼做，我就安尼做。啊，去啊，伊前日听讲到遮嘛，啊，伊看我啊，我穿白衫落来，等我去做，我讲你是紧张啊，我无啊，最足紧啊，啊就讲啊。我个人很少这种事啊，他就他就进了我的心脏。我没事啊，我没问题啊，我就做牧师啊。只要你，那叫我做牧师的，不是我家己要申请，我做牧师，啊，经过传道，我没有。那是上着恶了，我刚上着，就阴曹把就跑掉了。伊早就定了规矩，就是你爱。做我的学生，要来写一本册，因为你有足多足多方面物件需要吃，所以我即马是感觉感谢，好感谢。我真正相信讲吼，上帝人要爱爱咱做员工吼，也开路，吼也开路。哎，安尼啦吼，若要听搁较侪黄华东牧师的过去吼。上帝啊，那个引导啊，那个重要哈，这个咱也要记住哈。好来，这里我简单报告哈。咱本日的主日的民主论坛，要由咱的兄弟哈，要迎来啊，当处长来讲，长荣航空空服员哈，罢工对他开始来讲台湾的劳动权、劳工权哈。要讲又一件一家嘛哈。好，礼拜。下礼拜民主论坛要由郑志林兄弟吼，啊，要讲我的祈祷，用郭志明牧师来致敬吼，要介绍伊最近三十年来的重要的作品吼，欢迎大家来啊关心。我想欢既然郑医师那边来吼，我这个是咱先唱两条歌，伊的歌，哎，吼，啊，我是给他建议啦，对啦对啦，有空伊要唱。哦，伊到五年前吼，五年前刚好就咱有请伊来伫中英堂吼，来遐演奏吼演唱吼。第三，咱即个拜五七月十九吼，咱个喜乐小组吼，要伫暗时五点半伫志文兄弟个故乡吼，武汉街四十八号举行，啊，请大家准备啊，遐五点半吼，志文遐拢会举办足好个料理吼。两礼拜、顶礼拜吼，有迄个空白吼，足好食空白，空白，无时无刻。第四项，本周六，本周拜六吼，七月二十，咱本会圣歌队要从七点到九点，伫咱这个所在分点几家人唱吼，啊，请遐这边关心啊，来用诗歌来敬拜上帝。啊，第五项吼。台中中会，咱例行长老教会吼，咱以前的舞会吼，啊，要伫七月二十八下晡时三点吼，去举办因的副舞吼，啊，刚帮东中牧师吼，来就任青年牧师的受职，刚问礼拜吼，啊，咱本会全体会友啊，要伊啊参加，啊，就是无咱遮就无礼拜啊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办，就可以联络教会啊。具体沟通哈，请为咱结拜时间，咱用出来祈祷哈。请为蔡英文总统、甲政府团队、甲国家的社会进步安定，甲在用请政府团队来关心代表。第三项，请为咱的前总统啊，陈水扁兄弟哈，当地主志愿，郭先生。啊，身体较慢，也是关系不了多吼。啊，咱顶礼拜有去啊，有去高雄吼，也去遐故乡吼。啊，我是无话讲，第二家啊，去遐同咱弟弟啊，唱一条。上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吼，唱啊无好啦。唱啊无好啦，不过我那食感动。第一站，第二站就变掉。不过，我感觉变啊，不然伊要写一个伊，咱。
讲伊从教会过去一年年代，伊分享会经过吼。我希望伊虽然还袂洗礼，总是咱拢去去祈祷吼，啊，上帝该先甲祈祷。第四项吼，咱请教会时间关心台祷吼，咱教会最近因为无物价吼，所以咱有遮个时间，咱个在当工委员吼，大家大家做分工，我嘛做加工吼。大家真正是真稳吼，继续去做啦。啊，第五项，为咱教会未来的需求吼，伙伴教会啊，并无属于吼关心在的，吼啊，这代志吼啊，我想咱爱各级的彼此关心。啊，过来咱顶周的奉献因为过量吼，啊，所以咱这主日的奉献甲感恩奉献，咱请咱家己看，吼。啊，后礼拜吼，后礼拜主日张忠良牧师啊，司会张启忠委员吼，啊，司贤郭丽红丽红也无来吼，可能爱有人改提倡吼，比如讲后礼拜爱司贤吼，啊，郭小姐吼，郭老师请你继续司勤，啊，林主任话就建议司吼，啊，以上啊，我大概知影。啊，到尾补充报告，这个代议长了，到尾补充报告，好无？无哈，好，啊无咱就哈，啊，咱来这个所在来，啊来做上映，请大家起立，好，啊，发个分手，啊，刷了以后，请王博士来祝祷。
好的，你不干净啥？来，各位小姐，来平安。对啊，我也见不到呀。欢迎新老乡。啊，祝贺万里，万里长青，祝贺呀！原来你包给人选了，也是只有你把包名掉，剩下的就该玩。啊，继续让人加薪，我唔知加薪以后能够请哦，拍几多个人哦，跟合唱团来讲。两波三波，这首歌是两波三波吼，一个足好听的。就感恩节时阵吼，来到阿扁总统应该啊，阿扁总统今年感恩节要来到咱这里，啊，做特别感恩的礼物，啊，用西瓜俄罗斯，啊，做这首歌来给做这里，重要是西边很的歌，啊，今晚来，来，地位嘛，我在看。啊，是要予你啊，是要变要予你啊。啊，咱这个基本的先学，教啊，教啊，你收到啊？这个你收得了？你收到啊？哦，你收得了吗？这个上天把你的伤好啦，伤好。你讲啥？我们那一个。来，我到前面，
公车的司机啊，所以有时间就买台车，然后就要靠边，然后靠边，靠边，我讲的是，我是啊，好像反正你们这里不是人力用啊，啊，人力，我手机里带宽了，那我再来公车好了，你坐上去了，好，咱今晚先，今天来，今天来，今天来，今晚是。在今年，因为空中跟室内真侪啦，我真上当。啊，所以这场的演讲，请刘医生跟你们今年来介绍。嗯，来哦！因为你，咱没有做，这个我听到。直播的头前，哇，上来哦，啊，大家认真哦。啊，咱廖院来招，来当馆长。啊，伊要的做馆长之前，是做作者。哦，伫教册以外，伊个笔名叫做墨白。啊，这伟大一个作家，行入政治以后，轰轰烈烈的故事讲袂了。哦。为着，他顶下我在四点二十在载王老师去高铁吼，所以我今下怀老师啊，较简单介绍就是今仔日，伊要来甲咱讲的是中营空服员罢工。来谈台湾的劳权，啊，敢若因查某囝发现参与即个罢工内底的重要灵魂人物，确定请伊算来个呀，请。各位长老。各位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吼，我要来讲这个主题，就是讲为这个长龙吼航空即个罢工事件吼，啊来观察咱都台湾吼，啊伊这个劳权的问题啦吼。啊，我想这个题目吼。比较上我较有接受，啊，因为拄只刘医师有讲吼，即处吼，即处即个航空员吼，就是空服员的即个隶属长，单位隶属长就是咱查囝吼，所以伊啊，一旦讲伫咧店内底吼，有深刻的参与，啊，我嘛有认识的即个观察吼，啊，有一寡想法啦，啊，咱毋知影台湾第一场的罢工是出现伫啥物时阵？我想咱知影历史吼，啊需要来回顾一下。台湾第一场罢工出现伫啥物时阵？你知无？足早诶吼，就是伫九尾水时代啦。迄个时阵诶，甲美有联名吼，就有罢工吼。啊，即个罢工诶物件吼，大家听起来拢足惊。哦，有诶讲罢工吼，就开始骂遮个空服员工，啊恁遮薪水趁遐济，是安怎咧罢工？啊，你若准讲都。我爱伫遮做诶中间，你莫共罢工，你着去别位做较好诶就好啊。我你罢工了后，互遮诶即个旅客啦，遮诶消费者吼，感觉真无公平，我骂到要死安尼着对。即个一般诶反应着会当看出咱台湾吼对劳权运动啊，对劳工吼诶支持诶程度吼是真正薄弱诶，无甲敢若像一张卫生纸安尼遐薄安尼吼。啊，一旦讲吼，无即个观念就对啦。啊，即我伫遮要讲，那么即一次的罢工吼，一旦讲创下台湾啦罢工的记录，因为从六月二十一直罢到七月初六结束，拢总十七天啦。啊，你来看华航罢工的，迄拢三四天啊尔。啊，会当冻遮久的原因吼，其中有原因吼，有因素吼，我要甲大家讲。啊，即次的罢工吼。嘛有一个记录，比如讲罢工的人全部是查某的，无一个查甫的，查甫拢徛伫边仔看吼，因为空服员伫长龙来讲嘛，伊也无招查甫对不对？所以两千几个罢工，啊拢是吼女性吼，所以这创下记录安尼。那么这一处，咱先讲吼长龙企业工会的组成啦，这工会要组成足无简单的呢，吼、哦、咱知影吼，咱蔡中路较早。嘛是拢有注意者，要做成这个工作做无简单，所以长荣的空服员要入面中间哦，拢爱考一条笔试，笔试拢考一条就对啦。一条内底就讲，啊你以后是毋是要做工会啦？
这一条叫做陷阱题，啊，你若甲写讲袂中间，你就甲丢掉啊。所以通常啦，扣两百个、两千几个去考的中间吼，这一条，啊，迄考分员位吼，较爱做吼，啊，人爱去补习嘛，补习教官啦，甲伊讲，讲我这条你唔通写袂哦，若袂的时阵吼，就笔试就甲你丢掉啊。所以这条叫陷阱题，叫陷阱题。啊，长隆成立二三十年来吼，伊无爱互做工位。啊，是阮查某囝仔吼，老实讲吼，啊，较搞怪啦吼，啊，嘛有遗传着一寡咱反对运动的即、這个血液啦吼。啊，所以企业中间你着豆豆做，豆豆做，长隆拢总将近超三千个的空服员啦。啊，伊做起来中间的上头是超过一半以上，一千六百个吼，安尼着会当组成，会当组成。但是伊拢总招到两千八百个。哦，啊，这足济啊，这比例足济，剩几百个啊无参加尔，啊，几百个可能哦比较较保守啦吼，啊比较较会惊啦，比较较无这种意识安尼吼，无去参加，所以参加的比例足大嘞。啊，因要参加这个罢工哦，哦，这嘛足困难的嘞。这个所有的空服员参加工会的人数投票的八成。啊，通过走到罢工的，所以伊拢总吼两千八百几个，伊拢总投两千吼将近差不多五百票出来，八成将近到成三就对啦，以上罢工。所以咱对遮来看的话吼，长隆工会伊要做成工会就足困难的啊，啊要做成工会中间内底吼要来通过这个罢工嘛足困难的啊。所以罢工是凊彩罢尔嘞，唔像阮某啊，夹夹夹罢工，我转去啊，就较歹面心面就讲白煮啊，无来食，就无遮简单。啊，长隆讲要做个中间就足困难嘞，要做成了后要通过罢工嘛足困难嘞。所以咱有一挂人来甲伊讲讲啊，这公务员当不当着罢工，其实安尼会看法吼是有一挂出入的啦。所以伊个中间内底成立两年外的中间吼。当中已经经过二十六遍的协商哦，啊，协商的内容是啥？协商的内容内底就讲啊，你外勤的津贴啊加一挂啦吼，至少啊像我行安尼吼啊比较一下，啊是讲这个叫做过劳航班吼啊改一下啦吼，啊等等等这问题，但是当中经过两年外谈判二十六届拢无通过呢。所以咱一般即一届内底吼，看到传统讲哦，啊，因娘伫遐讲的中间啊，国标啊，讲夹起来讲哦，我们下午四点就罢工，两点的时候就宣布对不对？下午四点就罢工。啊，有一寡消费者，有一寡人啦，骂骂就来骂啊，讲啊，你两个两点钟尔，无我们这个预告期安尼做唔对的啦，人拢无都准备啦。其实若准照严重来讲，已经是推到两年外吼，推到会当讲咧罢工投票，你一工。开始啊，吼、哦！你一工已经开始会知影讲要甲你移过罢工啊。啊，长隆公司嘛应该爱有准备啊，但是长隆公司伊个心态就是安尼。你知影伊这个公司，老实讲，张彦发吼，要过新期，中间伊就交代啊，交代讲，哎，阮这个张国伟吼，这个虽然是姓叶囝，啊，但张国伟哦，对这个航空做趣味的，嘛做内行的，所以你就要交伊。啊，但是。内底有一个老型查某，就是即个女性，叫做柯丽青，伊就无听话啊，伊就联合大房的、一房的、二房的、三房的，然后联合一挂人，啊，甲先甲即个张国伟搭出个外口，对无？搭出个外口，然后第二次的斗争，再佫联合大房内，大房内底第一个、第二个，啊，甲张国正佫搭出个就对啦。所以伊长隆公司吼，经过两遍。内部的斗争，我甲阮查某囝讲哦，你遐毋通控控咧，伊即个听天都敢抬的人哦，伊看恁遮查某囡仔屁吼，实在是够是看真无气咧，你毋通安尼去控控哦。但阮查某囝吼，伊的大脑安尼有阵时仔戆戆，啊有阵时仔吼，看起来是真算较知安尼对啦。伊讲好不容易，他工会组成啊啦，伊工会组成，这工会要组成足困难咧，要罢工通过。迄八成，甲伊制定门槛八成，要达到九成三，迄足困难的呢。啊，所以拢通过啊了后，因就宣布罢工。啊，罢工了后吼，吼、哦、一片哗然啦。迄所有的媒体头80%拢咧攻击，啊，迄、那个做啊消费者嘛咧攻击，啊，因家己的地区咧嘛咧攻击啦。即其实吼、哦，
是拢受社会的一个固定印象的引导。这伫外国无的，我甲你讲，消费者你去买机票，这钱交伊就去啊，来交伊资方嘛吼，通货膨胀甲你提啊，所以你应该爱去要求资方啊，对啊，你讲公司吼，你要甲处理又好。啊！你通货膨胀啊，啊膨胀，你就要甲安抚好啊！啊，所以消费者所损失的应该就是长荣公司在负责，这资方该分得足清楚才对啦。我问你，蔡元宪是台中经济的董事长啊，今日我来订一批鸡皮，拢总500台啦，啊，结果伊膨胀啦，我敢袂去找劳工？无啊，我一定是找董事长啊，讲啊，你是安怎无按时交我？我都膨胀啊，膨胀，你是安怎公司无管理又好？莫互膨胀就好啊，对啊，对吼？应该是安尼，过来就是讲迄个合作啊，地勤的人、内部的人，公司去来煽动啊，讲你看，哦，恁即摆罢工了后，恁遮拢受苦啊，拢第一线拢互骂啊，啊，其实老老相挺呐，劳工甲劳工糟蹋家己，啊，这以后若拄到即个地勤的问题，又搁当啊糟蹋你啊，所以若换一句话讲，应该消费者要针对资方。啊，这个劳工咧应该充分团结才对，这是世界各地内底吼拢是安尼。啊，有诶讲，啊消费者呢吼，你硬罢工就造成麻烦。啊，阮吼啊，像要转去美国吼，看阮查某囝毕业啦，啊是讲吼，倒一个吼某一个人吼，哦啊，都这个后生拄啊好要生啦，啊这啦拢足麻烦诶，就对啦。啊，政府嘛受到影响啦，啊种种诶问题拢受到影响啦。我甲你讲。罢工也无影响，亲像咱遮咧食冰，咧食咧换，啊罢工都拢无影响，罢工有啥物作用？都无作用啊！所以罢工应该着爱造成影响，应该着爱互政府压力，应该着爱互资产家感觉讲哦，这袂平哦，所以伊才爱来收拾遮个问题嘛。即我都甲劳工讲嘛，啊你若罢工讲，我甲你用好啊，我都拢调好势啊，你着罢工罢你，啊这着像袂无压力，无尴尬。无造成社会拄啊，如何动荡？迄种罢工，迄是无成的。所以德国的教育是安怎教囡仔呢？德国教育者吼，伫小学、甲伫国中内底，伊就讲哦，伊讲罢工是劳工跟政府啦，跟资方争取权利的一个动作。这个罢工一定要造成社会的稍微动荡，以及消费者的这个不方便，这个罢工才有效。人德国就安尼搞，啊！日本顶年的罢工80几件，韩国100几件，德国800几件，啊！人国家就变倒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拢安尼教，所咱的消费者，也是咱安拢安尼教家己的人民讲，哦，唔通罢工，罢工损失足济。啊，你若无爱做吼，啊，拢爱去，就去找较好的头路尔。啊，你劳工这么济意见，啊，若甲政府变倒，变安怎？各位兄弟，我甲你讲，啊，若甲政府比倒变怎？啊，若甲头家比倒变怎？我甲大家讲吼，头家去予劳工比倒的吼，无。但是头家比倒家己公司足济，你看台中公司，你看较早广山收购，你看廖介贤，哦，你看迄、那个啊远东航空公司，你看未来南山啊，我唔知你做咩啊，唔是啊，袂过了南山哦。拢是头家变倒头家，头家家己变倒，劳工变倒公司，你举一个例我听，拢无啊，拢头家家己变倒的啊。头家变倒公司了后，怎放倒就吞落去？上届受灾殃的是啥？劳工啦，头家就走去美国啊，伊搁带八姐啊去。我讲紧嘞，我咱伊个头家讲着，你爽十几单吼，啊，才来离开嘛，对无？足侪头家，足侪公司拢嘛安尼，拢嘛家己变倒，头家家己变倒，超贷，喏，超贷，像了计成，迄块土地价值12亿尔，伊超贷23亿，啊，放倒，迄当然莫咪放倒。像广山收购，伊超贷几啊摆，伊就放倒去。像台东公司内部家己去咧弄，家己放家己倒。所以咱似是而非的观念。拢影响到对咱劳工的看法，啊，劳工拢糟蹋家己。消费者，咱所有的人看咧看这代志，讲，啊，你长这个长荣罢工，啊，你硬变倒变怎卖啊？变袂倒。长荣公司做硬咧，伊讲，头家安怎讲咧？伊所有的人遐经费拢提出来，通务员要甲要求，袂超过10亿。
但是伊讲，我准备五十亿要开啊，我这五十亿就是要开到恁遮甲叫有干，哦，遮公务员甲叫有干，所以伊的观念就是安尼，无老板的观念，做无尊重老板的，啊，今日再演变就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我甲大家讲，吼、哦，我甲大家讲，是安怎演变到遮久呢？因为伫罢工的第一届投票通过是通过十工嘛，对不了？十工，第九工内底吼，阮查囝林宝水啦吼，董事长，伊就讲啊，你几万吼，我即要甲你讲啊吼，因为即马第十工就要到啊吼，啊咱唔通去罢工个吼，咱劳资双方应该来讲，哦，林宝水劳资等个吼，阮女儿伊不爱入去，因为伊讲伊爱密室协商。即马少年囡仔就上惊吼，讲密室协商诶，伊歹进去。但是到尾啊，劳动部副部长打电话我，讲囡仔，咱即罢工吼，人创了久吼，啊对政府嘛有伤啦，吼，啊即若烧着咱唔好啦，啊我想想有影呢，所以林宝水就当时你十点外要叫阮查某囝入去中间，我一直甲阮查某囝拜托，讲你爱入去，哦你入去，啊伊甲点外才是伊就对啦。入去中间，如何拢准备好啊？六个条件内底，第一条要创啥，第二条要创啥，第三条要创啥，拢创好势啊。然后，这单嘛提出来啊，华智师的人嘛要叫你签字啊。伊甲阮查某囝讲，哦，真真正正吼，啊，你即阵吼作为交通的，你即摆出去了后，出去了后，你甲家讲，讲咱已经吼这边签嘛签好啊。啊，出去了后，爱甲所有的即个罢工的两千几个员工讲。讲我们的意见已经签好了，协议已经签好了，啊，你爱赶紧讲吼，咱紧来进行投票就对，进行投票，两条内底投票就讲同意停止罢工，进入协商；第二条就讲不同意禁止罢工，继续罢工啊，就对啦。哎，啊，迄阵，迄、那个劳动部长佫打电话我，伊讲你劳动部长就是迄个林思源弟弟啦，下几面就打电话我，我也熟悉。如果吼，即个足好机会，好，唔捌看到当时你吼这么诚意啦，哦，啊，你甲恁查某囝讲，这一条爱赶紧吼，甲劳工说服，讲爱支持这条同意吼停止罢工啦。阮查某囝同时，我就打电话伊讲，哎，亲，这吼见好就收，吼赢一点就好，啊，赶紧签啊，就赶紧用就对啦。啊，结果阮查某囝无法度，伊站出来了，宣布的中间。你也知影，工会内底有所谓的鸽派嘛，也有所谓的鹰派嘛。啊，换人的人上重要就是讲，你爱有法度控制啊。你这群众内底，你若带出来了，一直冲，啊，无法度控制，人无法度带回来就死啊。所以阮查某囝伊认识清楚，伊就讲好，安尼我来说服，来签，来通过这条，恁投票嘛吼，通过这条叫做同意停止罢工。你啊看咧字，听咧字，啊，遭受批判啊。啊！你那密室协商啦，你出卖劳工啦，一定是安尼。迄劳工拢足强的嘛，你莫看迄查某囡仔比诶强条啊，足怕的吼。你拢知影吼？阮查某囡仔二十二，二了后1818回登咧投票，非常同意停止罢工，赢63票啦。你敢有惊吓我无？赢63票呢？好，赢63票了后，同意停止罢工嘛。赢了3票了后，投票同意停止罢工，就爱上这边叫做团体协商啊嘛，对吧？团体协议嘛。结果两点钟后，上个团体协议，长荣公司出席了两个副总经理，一个协理，啊，其他法务人员就输下了。上去了后，讲无几句尔就讲啊，啊这吼，我拢无授权的，啊，唔捌等你问，骗就对了，啊，骗在公务员骗就对了。哦，伊阵阮查囝吼。有诶，人心理崩溃嘛，我会记咧。伊敲两个电话讲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吼、哦，要挺住，哦，啊，我当然嘛，甲伊讲，我讲吼，这吼、個，咱吼，即个啊，我话谢上帝啦，你上帝拢会甲你斗三工，吼、哦，我今仔就对。哎、欸，讲讲了后，阮某伫边啊，阮某伫边话，我甲伊讲者，电话举起，哦，你哪有讲？阿奶咧哭，阮某咧哭，因为阮查囝哭阿咪毛病啊，迄压力就大啊嘛，对无？迄压力就大，去互资方骗。所以这朱翁不是像咱讲的安尼吼，献好流利安尼，伊常常咧放话讲啊，即马三宝吼，足侪人要考转去，伊是无影，拢总有2300分的三宝，一直到尾啊，一直到尾啊，迄、那个所有罢工拢结束了后，
航空公司讲吼，伊要讨六百分转去啊，因个航线吼一直啊要安怎？哦，买即个飞虎头六成、八成，其实拢咧骗人。到尾啊，佫有2060分全部吼，啊佫无认同吼，就是讲内底的人到看去找因，去找家长，啊去找相关的人吼，啊有一挂阿伯的人去签委托书就对啦。委托书啊，啊但是迄阵交这三步足严重啊，读书敢若摕即个委托书要去摕。啊，当然工会也无同意啊，啊，所以就讲工会的人扣了三包，用安尼咧筹划就对啦。啊，其实无影，即个三包嘛无影讲足侪人要摕倒去，啊嘛无影讲委托书吼，即个啊有法度吼，就是讲照法度嘛，即个书知影吼，第一本人去就对啦。所以这个媒体吼，充分都由他们公关公司控制安尼就对啦。即个中间内底吼，因为阮查囝叫骗去了吼，我是讲我一个俩。啊，我著甲蔡长老同款，我两个都啊无啥咧插啊。不过我迄阵啊真正念吼，我阵电话呾举个，甲迄林明义副部长讲，你甲部长讲，我要找徐明春，吼、哦，部长叫徐明春嘛吼、哦。啊，安尼我足袂欢喜，是安怎你叫廖以晴一个遮单纯个工会理事长，啊你嘛知影讲细汉看伊大汉个啊，爱遮单纯个即个。啊！甲恁协商的过程，你来骗咱就对，我足无欢喜，我要找一面村。然后我打电话嘉良，我知影嘉良吼有绝大的权力。我甲嘉良讲，哎，嘉良你伫倒？卡两通，伊无回咱第二通，哎，第三通伊甲回啊。伊讲我伫高雄，哦，我讲啊，你当时等下台北，我就人伫台北。伊讲差不多3:30有去，我3:30就去。这一点可以给徐明尊，我跟他说啊，都没有问题，劳动部站在劳工的立场比较没有问题的啊、哦，比较没有问题。不过我就跟他说，希望我们叫这个劳动部的副部长出来协调啊，你要换别人啊，吼、哦，你要换别人，这卢刚无信任嘛就对了。我就跟卢刚部长讲安尼尔，然后我跟叶嘉良讲，我嘉良，伊是即摆你上权力的啦，伊讲我知我知吼，伊讲不过吼，我这条行情我唔敢讲，伊讲先我唔敢讲。哦，这次事情大，吼！你随甲陈其迈讲，问陈其迈是负责迄个总协调的嘛，吼、哦？啊，无你甲所有问，哦，对，甲院长问嘛，吼、哦，甚至甲总统问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到尾啊，伊第二天劳动部就讲，站在劳工立场，吼、哦，我们这个赶快希望赶快劳资，吼、哦，协调，好，然后停止劳务，嘉良就讲，不有考虑重新谈判行情的无？哎，去问啊啦，一定问啊。哦，伊唔敢做遐大个决定，但伊去问啊啦。小英就讲，希望长荣公司体会劳工的辛苦，把他当成自己人嘛，对不对？拢讲话了对。所以长荣吼，怎啊落嫩？落嫩了后，怎啊结束罢工？结束罢工嘛，然后杀去这个特恩起见户吼，啊，伫劳动局吼开啊这个协调会。伫这个中间内底，我发现吼，全世界。上届票的一个政治人物叫做郑文灿哦，会知影第二届协调未成，伊怎讲啊？我租饭店给你，哦，啊，怎搞一个物件叫准捷饭店伫遐，拉几间拉未成，哦，啊，这未成啊，中间伊就讲哦，等下我劳动局，哦，这劳动局我拢甲你传好啊，啊，这牌啊摆出来，牌啊摆出来了。因为两点开始协调，我就看到讲啊，这成啊啦，因为主席的是劳动部的部长，出席的长荣就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啊，佮内底有一个政治人物叫郑文灿的牌啊，才伫遐，我啊这成啊，哦，所以郑文灿吼是还够巧，那讲真嘞，这未来吼、哦、应该是总统的主选啦，吼、哦，我看，讲到啊，即摆国民党上出选，你知无？韩国瑜出选，听讲赢的吼。就是敢若蔡英文赢赖清德的下线就对啦，还个就算吼，啊这大概就无啥变啊，安尼就对啦吼。这是题外话，我要甲大家讲就是讲，安尼这个长荣的规定就是安尼啦，吼长荣规定就是安尼啦。啊这咧为消费者、为媒体、为足济反应内底吼，拢感觉咱台湾吼对劳工运动吼足惊。敢若讲这劳工运动哦，国家就会崩啊啦，或政府就会乱啊，消费者就受到偌济灾殃啊啦。我甲大家讲，即马敢若英国的机场吼，
因为在咧罢工，啊，因为足侪人诶，啊，因着中间咧罢工，啊，已经足正常诶啊，足正常诶，所以劳工吼对付资本家甲政府吼，唯一的武器吼，就干一项尔罢工。啊，资本家甲政府诶对付劳工的武器咧，有头100万种，哦，所以这是不对等的状态。为什么我们的人，咱的人一直讲啊，这罢工唔好，啊，影响消费者。啊，那吼，即甲政府创好多，要甲劳工的即个武器利器给拔掉，啊，就规拢无啊，规拢无啊吼。我要甲大家讲吼，台湾的民主运动、政治运动、政治运动，哪阵结束了后，其实吼，爱进入经济民主，就是政治民主以后，爱进入经济民主啦。啊，经济民主是啥？咱讲了 GDP 的成长。刚才咱所有国民的什么指数的增长拢唔是，真真正正吼，经济民主、劳动民主的成长足重要。除了这个发展数字成长以外，一个足重要就分配嘛。啊，我劳工蔡明宪、朱三家，伊赚10块，干那分1块给我，啊，数字都足好看，但是劳工都摕袂到啊。这个没有所谓的经济民主。啊！你政治民主比政治民主更加重要，所以咱三个有在讲台湾有两条路线啦吼。足侪人咧，尤其中小企业，对着追求台湾的政治民主吼，拢共款，大家的习惯拢共款。但是经济民主吼，就无同啊哦。我和蔡英文蔡长老的共同朋友金城、甲豆干，伊拢共款。伊拢讲哦，即个变了头家，互你变倒啊！即个做头家做歹做个啊！啊，迄就是因个想法。因为台湾个中小企业济，所以劳工运动工会组成吼嘛不容易安尼就对啦。啊，咱知影着讲，因遮个中小企业嘛真艰苦。啊，咱即个时阵哦嘛也咪斗阵，啊希望讲伊会当接受啦。接受讲台湾未来吼、哦、真真正正个民主，除了台湾民主外，通通问题解决了后，伊是足重要着是经济民主。啊，即经济民主就分配啦吼。苏明先生嘛有咧讲，伊签一条迄个条后，原来苏明有无同意是来做的吼。台湾做派啦，啊，咱有台湾有右派，右派就平美敏啦代表吼。右派啊，即、这个国定来什么派我唔知道。吼、哦，台湾右派就是讲多民主、经济发展啊，就安尼。啊，但是苏明诶，伊是台湾独立无。这第一个条件，第二个条件就是啥？阶级头发，阶级解化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无同款的路线。总是咱台湾吼，即马都台湾还袂独立，袂不干乱糟糟啊，啊，唔知要过偌久啊，这条路先行啦。啊，来到位了后，咱才过来讲经济民主。但是这个时阵，咱开始培养咱的观念。亲像传统这个事件内底，我看出讲在咱的台湾人吼，对罢工、对劳工、对经济民主。对劳动民主的看法足薄弱的啦，啊，这有需要讲哦，咱真是真正吼去了解。啊，这个事件内底嘛有足侪批评，伊讲外部工会吼袂当罢工，劳工一体啦吼，啊，因就是安尼组成的，都传统企业工会啊，啊，都摇华行的遐有诶无吼，啊，组成一个叫做企业工会，啊，由企业工会发动罢工啊，啊，企业工会内底啊80%工会啊。啊，这足严的吼，所以外部工会能不能罢工，这个吼、哦、确实也是政府的一个想法啦。未来我们来开放，但基本甲亲像在争些海啊遐啊吼，拢一定讲吼，这外部工会免去罢工，哦，这罢工是上无法1个月、3个月就会。哪阵罢工无工头，甲你创在一个1个月来预告吼，你就得免罢工啦吼。所以为这件代志来讲吼，虽然我家己大家的参与吼啊。我其实吼，我着清楚咧观察遮个问题啦。台湾真正劳工劳权吼，诶，即个思想啊，咱个支持度足薄弱，真薄弱。啊，即倒是讲吼，是一个无好个现象啦吼。民主进步党较早有工运，新潮流拢咧做工运嘛，拢咧创工运嘛，对无吼？啥物劳动协会啦，即马拢无去。即马所有个工运吼，拢啥物人咧管理啦？哪一色彩吼、哦，较重的咱家分析着同组咧看，同组你知道，郑春旗因家啦，毛什么辉因家，拢遮咧看，啊，这着真真正正咱足烦恼的所在嘛。所以政府要安怎用政策去关心劳工，
哦，搁较紧诶啦，咱即个时阵嘛，当同意讲吼，都煮着讲好，但是爱偏一寡劳工，因为劳工确实讲吼，真弱势，较可怜。啊，劳工无共要甲政府，要甲政府变好倒落啦。啊，嘛毋捌变变倒政府，嘛毋捌变倒即个叫做资产家，拢资产家己变倒啦，变变了啊，拢去中国，吼，伫咧享钱袂啦，嘿，拢偷鸡甲食啦吼。啊，我看着是讲，即个厝诶劳工。伫事件内底，我看到侪。啊，未来台湾佫有罢工，我毋知，因为伊三年就袂当罢工，但是三年无罢工，规条件就好平时，啊，好平时初选上就开始算算下来。哎，读书，你读书嘛，我无读过书嘞，我毋知啊。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伊讲伫迄个伊家己个群组内底讲，哦，你无来罢工，若我要甲你电报，啊，我要甲你食了，啊，伫个群组内底，安尼变做讲家己。老实讲，这那种照讲的是思想犯尔呢。这那种打电话起来，伊就讲，哎，你分囡仔去使，我要甲你加料，这袂用的。伊若打电话甲，迄个无来罢工来甲伊劝我讲，你无来罢工，我要甲伊电报袂用。但是伊伫群组内底讲尔，提讲尔，伊就来解职，来加加头啦吼。所以阮早间伊就感觉讲，哦，啊，这件代志内底吼，真正正吼，就像我讲的安尼。哦，要做任何代志，尤其是工人，吼、哦，会空间甲即个做后生空间无遐简单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爱搁较大个努力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我以上个个好好食个代志，就讲即个，倘若我讲有我看到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咱表面来看到，会食个即个代志安尼吼啊，哦，看大家有啥物意见，大家咱就来讨论安尼，好，多谢，谢谢。谢谢，多谢，谢谢。来不可以怎么样？不同于一般的行业，所以这块为什么没有技术这一类的条款来支持？今晚都阿无话啦，谢谢，今晚都阿无话。政府嘛在讲啦，就是讲吼，这航空业是特许行业啦，吼，袂当罢工啦，吼，社定证啦，吼，啊，这个罢工啊，移工时啦，但是今晚拢还无规定。但是我倒是讲，我是反对的啦，吼，特许行业就是要给你限制啊，伊就来限制你，反正拢袂恁袂当，你一定爱听。政府的，比如讲公家华航爱听政府的，啊呐，私人的哦，私人的你就爱听资方的，啊，就拢袂听袂当啊。所以伊无技术是没有，还没有法。啊，即摆吼，即、這个选举要到啊，啊，家人就讲吼，要提即个法哦，真足空的，即劳工又搁反弹啊。我甲你讲吼，咱的选票来看呢，大面的人拢咧反对即届罢工，我看媒体拢安尼一面倒吼嘛有啦吼，8-2、8-7-3嘛有啦。但是我来甲你讲，即个你讲的人，比如讲投袂出來，敢若军工教啦，哦，年金改革爽哦，赞哦，但是爽赞的人个票投无出來，但是军工教的人即个钱，即个钱，我讲的是讲我你党员也利益啦，没有关照他，没有关照他，他的一个关照的话，阿德都当一定关照。所以家里我讲即个话。啊，袂甲伊讲，我是讲恁两个讲，哦，你也是政府啦，哦，这个时阵卖讲，啊，你个这些是管呐，来，让我插红掉。可以讲哈，十几年，他这样讲，他都一九，好像19962000年，我咧做国家代表的时阵哈。我伫民进党国台党团也是修法、修改宪法，啊，结果也通过劳动事权。劳动即摆哩征收条款内底有劳动权、筹组工会权、集体协商权、罢工权，个几四个权，那是讲迄是我提出来，啊，我即摆无提。我认为讲劳动者一定要有权利参加工会集体协商。才能够合理的罢，合理的罢工，吼，啊，政府爱相关的政策，所以当长荣的空服员你罢工，罢工到14-15天的时阵，吼，那生活也冻袂掉啦。所以我才伫 line 吼，互咱的兄弟吼，
廖英来看，我讲建筑是你做啥？啊，你把当公务员甲主方你控制的是建筑爱担着足重爱甲辛苦。我讲建筑那是，我唔是对社会不管，我对社会不管就足够的不管，但是对质量来讲，那是讲社会到是比啥物？劳动部你做啥物？交通部林佳良你做啥物？啊，当然我拄仔听着讲，你有到尾啊，甲劳动部啥物人，啊，甲林佳良，迄是好啦，前面搁较早，会当早一礼拜，我是袂看伊，啊嘛袂，袂好只个公务员去判断，吼，这是我的个人的心得。第二项吼，第二项啦吼，啊，想学是变忙干吼，变忙干。干啦，靠公务员不能无搞，尤其遐噪音啊，单纯的噪音啊。像讲已经无简单啦，三千个公务员吼，空中小姐有你讲2800人参加，迄已经是迄已经超过啦，迄已经是足高的比率啦，吼。就是要罢工啊，你一定要对，所以你家己家了以前讲啦，我按照你建议啦。一定要人负责公关，那媒体面啦沟通，发言人的制度，哦，还有法律，还有请律师。你若要请我吼，若要请我，我会当做义务。哦，那是讲我劳动市场是我开始，我人提出来是国民党嘛无要接受，但是我可能美国就是安尼，加拿大就是安尼，澳洲就是安尼，我也蛮接受。所以我是讲就讲。啊，在那边罢工吼，一定讲咱的底线是啥物，啊，策略是啥物，啊，要请律师，啊，你讲律师，作者律师拢管理，不要律师讲，伊要做你讲体来，都无路啊，吼，啊，所以我想这款吼，爱有更较好的去筹备啦，对吧？哎，啊，社会吼，我给你建议啦吼，这个罢工吼，对蔡英文顺啦，你变得很顺啦。啊，遐对项目也不管，嘛是对蔡英文是啊，因做做到尾啊，因遐讲我，比如讲了以前有去行路，行到总统府，哎，迄是足无简单，查某囡仔要行啦，三十公一工呢，迄无简单的，迄我八十岁就我孤安尼行，但是伊安尼行，那是讲，你若讲蔡英文若无出名讲吼，有放下出来讲，恁请参详，哎，好啊，对待遮个项目，项目者，无遐尼紧啦。长荣航空遐个资方，我来想，我足济，我拢有识啊。因遐足硬啊，食恁狗狗啊，安尼尔。我以前做啊，谢谢。做个人的这个。好，我稍等啊，谢谢。然后，先问我，我你讲，罢工吼，即届我恁昨去参加迄个张世忠医师因先生有过往，即个个别礼拜。迄内底有一个阮社的内底，拄我退休13天的律师 ，Essen 李轩义律师，你讲倒来甲麦克同款，伊就是做因的义务辩护者 ，Essen 做领导的。啊，是安怎？因要安尼做？我用咱人，你也知道今仔啥物日子呢？哦，也是1987年戒严的日子啦。啊，你是我300年的戒严。迄戒严的中间，你敢会使讲啥话？我大呢，拢从国家迄个厨房甲你教死死的，人类的进步对倒来，就是加饼迄个现实。人类的进步，我记得足简单，现在古早是对黑猩猩是我的亲戚，90岁拍的 DNA 拢同款哦。啊，黑猩猩内底有迄个王，十个的吼，迄加的哦，拢。会使带细伊啊，啊上边啊，你甲幽默遐啊吼，礼貌，迄就是伊上爱的。啊，外口叫放杀遐吼，嘛拢爱出服伊哦。只要你若无服，叫犯人杀来拍咧。迄是叫你拍迄个查某人吼，因个查某狗，迄是拍啊嘛足凄惨的，所以因普通人唔敢。啊，爱好大就是伊，差不多，到200年前啦，咱甲迄是先分开。就是内底有一只好大的查某的，迄只母猩猩哦，看到黄义娇对边啊过，
你只爱烟头对吧？啊，伊嘛先讲我第一丢，因为我烟头我敢甲伊拼，所以我听第一啊第出名海啊，即嘛你歌手双林无呀对，该来去吹，该来去吹是吼，唔是像伊只很慢的有安尼，你较悬嘞，所以即嘛就变做手这边爱徛起来，变做直立猿人啦。哦，唔啊，歌手即嘛高山花靠，伊脚手安在哩作用无够。即马你两只脚来徛会知，手骨我都提工具吼，肯定啦，水果都来啦。所以伫基因突变的时阵，对加百工开始，你咪买个靠些交往嘛，行出去新的世界。所以咱人类甲互相地会连入去咱的内底，就是牧师的讲话有伊的讲话啦。那对阮先无合，绝对唔是讲你做一个。阿东啊，甲分一个开啦，咱牧师嘛讲过了哇，那是一个叫做上顶的启示神学，哦，你不用安尼讲，人听无啦。启示神学唔代表讲遐，真正讲做一个阿东，啊，你后过摆个牛起起来做一个校啊，还是牧师吼，要讲多少钱？差不多半两年，够紧卡，伊搞卡，我想咱什么代志？我就算你搞卡钱，十个人的。乐果是欠一支啦，我讲无啦，老师绝对拢共款，啊，无啥信仰，咱啥一支拢袂使解。我讲哎呦，那是假是真哈，啊，恁先生伊敢无共有，即嘛是真的拢有。过去无哦，过去老牧师吼，我敢有时我讲这啥，哦，伊假假皮皮纸皮皮纸，搞起啊嘞吼。啊，所以我今仔即嘛会进步，啊，这是进化论，进化论真正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听到今仔日迄用迄科学用。物理学、各有哲学可以讲的，即牧师伊的立场，你就先了解讲，咱嘛来接受安尼。啊，所以咱来接受迄个进步，就是你讲革命。啊，朱峰都遮好个啊，啊，钱啥人来提出來？哦，迄提出來本有偌好嘞？哦，创，咱讲创中个迄个，即嘛，你有做迄个叫做啥？甲韩国伊拼输个嘞吼？我懂啊吼。伊平常时来做好事，平常时就来听遮个劳工，平常时就来甲迄残障人士吼，来设立基金会来创保险，即个都咧算得着。哦，结果伊无着，无着，对咱较好，你知影？对咱较好，因为即摆即个笑会出来吼，七彩灯都有机会甲调到倒啦吼，毋是歹代志啦吼。所以咱今日嘛真感谢，比如说了当的吼，来甲咱讲。但是你这个电话一定。我也未讲啊吼，这张吼，对吼，我这块同来，来翕相，来翕一下相的吼。啊，我今天是有准备了，有说红包，我会给你说多少嘞。我爱关的。安尼好，替你关啦。我来讲吼，我叫蔡部长吼，伊拢今日请我食饭拢准备。我来，我来食，食一下较好了。来。来哦。刚才。好，换出来哈。坐下。你早听做了足赞的啦，早人做比十波人做较勇气啦。古早咱只母猩猩甲拼出来嘛是勇气啦。早来今仔日智人、直立猿人哦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大家来介绍，啊，咱第二组要甲咱一组来介绍。大家来一组。准备听完新闻的非常感谢你。你最近我按骨病，伫文德之家，我来一只敬拜，嘛方便啊！我来遐滴啊，一只将遐民主论坛信息来跟我大家分享。原本上帝伊看过保守，我要转去个下步，跟我大家祈祷，我安尼感谢祈祷，我可以来做祈祷名。阿门。啊，跳跃完老婆来老情。